要邀请到林碧玲女士来为我们揭晓到的是戏剧节目女主角奖以及综艺节目主持人奖的入围名单。我们先来公布的是戏剧节目女主角奖。不好意思啊，可能我的华语没有这么好，可能会揭晓的比较慢啊，耐心等待哈、啊。有我在。哎呀。好，第五十届金钟奖入围的有，第一位朱子英，赢客家剧场《一心新兵花开》，客家电视台。第二位是林心如，《十六个夏天》。联艺制作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位是黄佩嘉，客家剧场出境事务所，客家电视台。第四位是，为什么你要成这样？你的好朋友，因为他之前发生了一点事情哦。杨，祝福他。杨可涵，对不对？新世界，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位是蔡淑清，曾蔡淑珍，对不起 ，CSIC， 坚持英雄，中国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恭喜，恭喜得到戏剧节目女主角奖的入围者。那接下来要请您炫大哥继续帮我们公布的是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入围的有，入围的有，第一位，小猪，罗志祥，小鬼黄鸿升。娱乐百分百，八大电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吴宗宪、欧汉生、陈汉典、露露、王璐、子英，综艺大热门，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第三，王子娇，全球中文娱乐榜上榜，联艺制作股份有限公司。第四，黄玉玲，林俊逸。音乐万万岁三，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恭喜！掌声！恭喜以上综艺节目主持人奖的入围者，也谢谢两位。